这位同学，请回到你的位置上去。我还没换鞋呢。 不是让我坐这儿吗？把书翻到第23页。 我这间学校已经7年的时间了，7年的时间你有3年生理不健康，今天老师就查一查，你到底哪里不健康？喜欢吗？我还没洗澡呢。你喜欢吗？喜欢。 这位同学，我都已经这样了，你还不努力努力呀？